布克美联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太阳今天客场对上联盟卢主公牛的比赛，双方上演精彩的拉锯战。太阳靠着当家球星布克 Devin Booker 拿下全场最高33分9篮板准双十成绩，带领太阳以104-99击败公牛，上给公牛6连败。太阳公牛两队今天进攻相当有默契，首节双方手感都相当火烫，而第二节则是一起起火，比分始终咬得很近。半场打完，太阳以46-43领先。下半场一开始，双方比分依旧呈现拉锯，太阳保持些微优势。进入第四节，太阳先是打出一波14-2的攻势，将领先分差扩大至15分。此时公牛 J 哈勒代 Justin Holiday 及邓恩 Chris Dan 挺身而出，两人合力将比分追进至5分差。不过布克在关键时刻靠着罚球连拿4分稳住阵脚，中场太阳以104-99击败公牛，上给公牛6连败。布克全场23投10中，拿下全场最高33分9篮板。华伦 TJ Warren 贡献27分7篮板，替补兰恩 Alex Len 缴出13分18篮板双十成绩。公牛方面 J 哈勒代表现全能，贡献25分3篮板5助攻，二超节三火锅，邓恩缴出24分4篮板8助攻4超节成绩。